金星社区的那个猫头鹰，还有那个花瓶。还有那个另外一些的壁画哈，它就是在那个秀水乡信用合作社哈，信合社的那个前面啊，秀水乡农会信合社的前面，秀水农会信合社金星分部。秀水乡金星村也算是个农村啦，就是典型的农村，还有那种田地农地蛮多可以耕种，还有养牛啦，然后几乎是靠农生活的人很多，那所以这边的那个道路车子比较少，只是大马路上那个繁华路比较多而已，其他的巷道车子很少。建筑风格也都是那个二三楼的那个楼房而已。好，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。